你要加。不错，三号，我们来看他加分有没有加好。好好替他担心哦。1、2、3。加分吗？因为我感觉好像是我要带他一起 Barbie， 可是他就跟我说昨天感冒生病了，所以今天气色比较差一点。直接帮他讲故事，这个污脸，对对，这个好。我们感觉海边有台风要来了，是不是要有这种装备？可是有一种衬衫那种麻质的会比较适合，对，棉麻。我宁愿他衬衫不要扣，然后穿刚那个白色在里面。对，乐乐，你妈帮帮忙，前面表现的那么好，哎，怎么转眼间变成了流浪汉的造型呢？真是猜不透你。今天的变装秀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哦，评审团马上就要选出今天的超级型男了，究竟会是谁呢？好，一起欢迎他们四位潮男为他走秀， Let's go。 哇，这是我们超美型的爱美大丈夫，每一个都很爱打扮哦。哎呦，好的，请回来，评审老师这边立刻做出您的想法，好吧？那么大家研究一下再举牌，好不好？三票嘛，一起去研究，一起来，我们四个靠近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请三位评审老师同一时间举牌，一，嘿，二，好紧张，到底超美型爱美大丈夫是谁？三，请举牌，四号。冠军出炉喽！我们的 Boris 在评审一致的认同之下，成为今天的超级型男，恭喜他喽！一号其实很接近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其实一路很看好二号，可是你就是这个刚刚海滩那个又型，而且二号你应该把衣服烫好再出来。然后一号是因为第一个比较弱，那第二个分数很高，就拉高。那三号其实一直是我的心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最后这一套出来有一点点。所以今天我们选中的是我们第一组香蕉以及我们葡萄姐姐。其他参考。好的，再次谢谢他们，恭喜几位评审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三位评审老师。